到股市最美丽，11月20日，今天礼拜五，曾敏老师呢，今天有带会员做一些股票的调节动作。股票调节呢，不是看不好，而是调节之后呢，还有下次的买点。另外呢，曾敏老师也带会员把一些股票获利放口袋，这个部分呢，见好就收。但是这两个动作呢，都是为了前进下一档。好。大盘，我们接下来看今天如何表现。大盘今天周末量缩到753亿，曾敏老师认为市场的信心有点不足，但是呢，纵使大盘没有特殊表现，中小型股票却是涨翻天啊！尤其我接下来要带我的会员做这样的股票。首先，曾敏老师已经帮你看出这档股票的趋势，做对主流更是重要。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跟着曾敏老师坚持从头到尾抱牢，这样的获利，我认为机会非常大。至于什么样的内容，等一下曾敏老师跟你说更多。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主流的，亲爱投资好朋友，请你跟着曾敏老师严选这三个族群：生技、物联网、车用电子。这三个族群呢，不只是做到今年年底，甚至明年一整年都是这三个族群会是整个市场最夯的族群。你要了解政策往哪边跑，你要了解整个世界潮流趋势往哪边走，两个你都了解，钱就是往那边跑，只要钱往那些领域跑，股价自然而然就会水涨船高，自然而然就会涨一段再过一段。好，那大盘部分啊，其实郑明老师认为没有太大问题啊，顶多就是在这边横盘整理，标股一样涨翻天。来看看我的浩鼎，我的浩鼎啊，光是节目公开跟你讲的带会员六次买点，当天带会员买，当天节目告诉你，光是这六次买点就已经让你看出整个浩鼎上涨的趋势是不是已经成型，没有错。经过我带会员这样的买法，您天天在节目看，你就可以观察到我的买法真的是一个趋势性的买法。趋势性的买法难道只是买的时候才有感觉吗？不是，而是在买进之前就已经把功课做好，把趋势看对，做对主流，加上曾敏老师对这档股票的了解以及我认真的态度，我能够带会员坚持，结果我们可以赚一大波，是不是？好，可是呢，浩鼎今天是下跌，今天下跌啊。你有这档股票的，我先前啊，我已经跟你做提示了，你不知道怎么下车的，什么时候下车，你完全没有概念的，是不是？请你买个保险，有我的扣讯，我盘中来跟你做通知的动作呢。你现在的心情，你在等待下次的加码点，还是赶快卖出呢？好，曾敏老师的会员都非常清楚，曾敏老师带会员怎么做浩鼎。这档股票呢，我说过六次的买点已经让你看出这档股票的趋势成型。你看我坚持，我带会员的坚持，坚持这样的买法，最后享受这段喷出段啊，这段喷出啊，居然还是大盘下跌600点的时候所发生。你看看做股票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吗？我一再跟你强调，你不要老是一厢情愿用你的想法在做股票，股票不是你在拉抬的吗？是不是？我们尊重趋势，趋势谁能造成？主力大户嘛，你给尊重，你就赚得到钱啊，是不是？来，六次买点非常明确，在节目完整公开。我相信你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认同曾敏老师怎么带会员获利。好，这种买法我有讲过，要有所坚持啊，不是傻乎乎买股票，买进去之后不知道要卖，买了一档套一档，再买一档还是套，因为你根本进场之前就没有规划好嘛，你又不晓得一档股票有没有人在做，只是凭你的一厢情愿，你的感觉就这么进场了，那有没有得到好结果？我想你自己最清楚。尤其周末啊，面对家人，心里的压力通常都比较大，因为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啊，就是有苦说不出，是不是？可是你看看曾敏老师带会员做浩鼎，非常有纪律，
六次的买点，电视全程公开，有没有让我的会员轻松开心度周末？该调节的时候我们调节，该下车的时候我们下车，该获利放口袋就获利放口袋，资金要灵活运用，前进下一档。像浩鼎这种做法，今年带会员获利又快70%。我有讲过啊，我的坚持啊，不是傻乎乎的坚持啊，是有所本、有所依据，带会员知道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加码。股票呢，大概要累积多少能量才会喷出、才会爆发？我认为我掌握的非常清楚啊！你光看我的节目就会赚钱，不是吗？你光看我的节目，你就有赚到钱，很多啊。后来啊，有一些客户参加我的会员之后，我才更加清楚，原来真的看我的节目就会赚钱。好，那浩鼎是今年，去年我怎么带会员做鸡呀？我每年啊都一定会想尽办法帮我的会员，至少最少要找到一档可以获利倍数的股票。我的目标是三档，但是最少一档要达标，这个是基本的基本门槛。那去年带会员做鸡呀，我去年叫他彩色人生，也是一样。我带会员怎么做浩鼎，去年就怎么带会员做鸡呀。整个过程你要懂得下车，不管赚多少，你没下车，后来19根跌停板，你跟1000万就无缘了。1000万怎么来？你买个30张、50张，你是不是450块跟我卖掉？1000万的获利就多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口讯，差多少，你自己可以评估看看。好，那这是浩鼎跟我的基亚，去年基亚赚1倍多，浩鼎呢，我们今年已经快70%了。再来，我的 Super 车王，今天表现如何？来，利凯已经节目公开，我们卖出38.5%。好，那今天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来讲维西这档股票。那我讲过，为什么大盘跌600点，我的 Super 车王照样创今年新高，创波段新高，创波段新高。为什么曾美老师选的股票是这么的强？我说有关车用电子最强的5档都在我这边，你现在终于相信了吧？大盘跌600点，我的股票创今年新高，创波段新高，利凯获利放口袋，是不是？那在看维西之前啊，来看看我怎么带会员获利放口袋之后，前进下一档，资金做最有效的运用。来，连结11月2号获利放口袋，对不对？整个完整的操作过程44%，轻松开心，放到会员的口袋。不止如此，获利放口袋之后呢，还要再前进下一档。11月2号，那我什么时候带会员前进下一档呢？来，维西，11月2号，这是今天的走势图。等一下让你看我什么时候买进。那维西呢，有没有如同我跟你讲的，大盘跌600点，跟我会员没有关欸，会员照样赚钱，赚得不亦乐乎，股价创今年新高。不光光是这一段，你今年哪边买都赚钱嘛，因为股价创新高，是不是？哪边买都能赚，这叫什么？这叫趋势。趋势在一开始你不一定能够发现它，所以你很容易跑来跑去追高杀低，因为你没有低手资讯嘛。你怎么股票可以把它爆了？该烂掉掉，不可能嘛？这是钱在输赢的啊！为什么曾美老师有这种本事把握？就这么浩鼎全程6次的买点，当天公开，都让你看到我6次买点之后形成的趋势。所以趋势一开始你看不出来，曾美老师可以啊。那为什么我的维系也是一样，创今年新高，大盘跌600点？跟我有没有关系？我照样赚我的钱啊！你们都不想赚钱，我就跟你讲，股市还是有人想赚钱嘛。那有能耐的人，他买了很多股票，看好这档股票的前景，看对趋势嘛。车用电子绝对是今年到明年的趋势嘛。那你看看11月2号，连结卖掉之后买维西嘛，4字头，扣讯
到今天为止，也是五字头啊，对不对？创今年新高。好，你做股票哦，不要一厢情愿，千万一定要记住，股票不是你在做的。来，这个周末哦，请大家务必好好思考，离农历封关剩多久？两个月。我认为接下来下一个月会非常关键。曾明老师之前跟你讲的很多事都发生了，接下来我跟你讲的关键一个月，你要仔细听。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大盘不一定会涨很凶很急，没有关系。重点是很多股票蓄积能量已经非常饱和，饱和到什么程度？不是起飙，就是要喷出了。不然你想想，为什么大盘跌了600点，我的 Super 车王照样创今年新高，维系照样创波段新高，我的起基，我的信邦也是啊，都创波段新高啊。那我跟你讲说，接下来有很多股票准备蓄势待发，我准备了两档股票，这两档股票你特别仔细看。因为接下来关键的一个月，决定你有多少红包可以抓得住。你要抓得到红包，你要找到对的股票。没有对的股票，没有喷出的股票，你别想拿红包啊！有没有？曾明老师准备两档。接下来关键的一个月，你只要这两档重压，我讲得非常清楚，重压，你可以过好年。今年过好年。明年继续跟着我的扣讯，年年过好年。来，线图长什么样子？我讲了，保证你吓一跳。这档股票股价一字头，明年 EPS 预估4块钱，你看它有机会涨到哪边？外资呢买不停，融资持续减，融券增，整个组合呢就是要再上涨。好，有人已经知道这档股票，包括曾明老师，现在股价一字头，明年 EPS 预估4块钱，你看它要涨到哪边？我说这档股票下礼拜一有机会开始喷出，这档股票下礼拜一有机会开始喷出，你有兴趣的动作快。另外一档，关键下一个月。我请你重压，就这两档，不用多，股票看得懂，就这两档就好。重压，这档股票你来看看，整个下降轨道已经突破了，对不对？下降轨道突破之后，形成一个平台，已经打了双底。这档股票下礼拜一，我认为要起标了，已经等很久了，能量蓄积很久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这两档股票的重压，来，关键一个月，红包一把抓，只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只要你给曾明老师一个月的时间，我带你重压这两档，我让你过好年。好年要怎么过？好年要有红包，抓到一大包的红包之后，你先把关键这个一个月掌握好，用我刚刚讲的那两档股票。重压，我很有把握，我请你重压。有兴趣的，今天赶快把手续办好，下礼拜一我开始带你进场赚钱。好，想把握的赶快拨电话，我们休息进广告。头痛，请用五分钟。嘴气疼啊。请用气疼五分钟，好。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02-2578-3000，
0800-978-3000，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旗鼓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2578-3000。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现场每年最好赚的行情，十二月到隔年一月，我想你股市如果股龄不是只是一两个月的，你会非常清楚这个叫什么，这叫股市循环。因为接下来是所谓销售旺季，不止欧洲、美国圣诞节、感恩节等等，后面的元旦、农历年都是一整串连续的销售旺季。销售旺季啊，通常都会报佳音，而且全球的政府一定是做多，这个你可以拭目以待。尤其呢，从今年呢八月7200点到现在，你一定没有注意到，有些股票呢已经蓄积能量很久，包括我上半场跟你讲的那两档都是准备要喷出，而且明年的前景都是非常好，有族群性，绝对不是乱标的股票，是标的有道理，标的有所本，有所依据。有兴趣的，我等一下会再讲一遍，你仔细看。好，昨天、前天，这边老师又跟你讲，10倍坚持，10倍获利，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引起很大的回响，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这档股票呢，你不要打电话来公司问我的助理，他们也不知道。这档股票呢，只有我知道，而且你把手续办好的时候，我会亲自电话通知您。我会亲自电话通知您，因为我不希望这档股票有太多人知道。毕竟不是倍数翻而已，我认为它的潜力大到，我认为你跟着我，从头到尾有所坚持的话，可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但是呢，我这么讲，也许你会说真的吗？那我们来看看台北股市曾经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股票，而这样的股票你认识，你看过，你听过，可是它的十倍上涨过程当中，你也许也参与过，但是完整的十倍你并没有完整的参与。哪两档？我今天做举例，一档如虹，这档股票，我认为很多人对它一开始觉得它是传产股，看不起它，对不对？可是这档股票，如果你有仔细去研究它的特殊性、它的创造力以及它的市场独占性，你看看，1999年6月它的股价是19块。104年9月股价是549，花了5年3个月，股价涨了29倍。如果一开始哦，你就有办法看出这档股票它有这样的潜力，100万，29倍，2900万，你银行放5年，会变成2900万吗？资金大一点的人，1000万，经过5年的时间。2亿9000万 UCC 啊，对不对？身上有个2-3亿 UCC 啊，除非你乱花钱嘛，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如虹他有这样的本事？一般大家都认为他是传产股的时候，1999年，他非常努力把织布法做最新的研发，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布料，
新的布料又能运用到现在最夯的技能衣、智慧衣，连世界大厂都要疯狂下单，不管是 Nike、UA、Lululemon 都要跟他下单，创造出如虹29倍的惊人爆发获利。那这样的股票，除了如虹以外，还有没有？接下来我讲另外一档，你们耳熟能详啊，因为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事。宏杰科，102年10月12块，对不对？股价今年6月129.5，整整涨了10倍。整个过程要拥有多少坚持？拥有多少消息？拥有多少基本面来 support 你，把这档股票爆牢，改烂掉掉，能够获得10倍，这样子成果丰硕的获利。来看看宏杰科。宏杰科呢，大家都知道，智慧型手机，他做 PA， 当年 2G 停留很久的时间，进步到 3G， 整个 PA 的需求大增，有没有？那既然它的功率放大器市场需求是倍数甚至2倍3倍在成长，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宏杰科的竞争对手，譬如文茂，譬如全新，涨幅为什么没有它这么大？关键在哪边？它有大客户美商 Skyworks 的 Apple 大订单加持嘛， Apple 卖越好，宏杰科赚越多， Apple 卖越好，宏杰科涨更多，这个是差别吗？有人加持啊。那当然这两档股票我也没有带会员做，可是曾明老师呢，依据常年在股市征战的经验，我去年带会员赚1倍多的绩雅，今年呢我的号顶也将近70%的获利。我有讲过，我每一年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我的会员找到2档到3档翻倍的。可是如果有超过翻倍潜力的股票，我会紧抓着它不放。但是这样的股票，我说真的，你要有非常坚定的坚持，这是一个长线的战争。怎么样？整个过程你都可以把它抱牢，没有卖掉，来赚这个惊人倍数的获利。来，这边老师的格言，看对趋势重不重要？做对主流更重要，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拥有10倍的坚持，10倍的获利才有机会跟着你嘛。那你看看我所选到的这档股票，你特别注意，我透过特殊关系我找到这档股票，你有兴趣的请你好好思考，尤其周末的时候。这档股票强中强，拥有汉维科的技术，华汉的科技应用，两个砍败结合成一个新的技术，将来的趋势有富爸爸加持。这档股票我已经准备让我的会员开始卡位了，因为我昨天今天我都有调节一些股票，为的就是前进下一档。好，这档股票呢需要有坚定的坚持来跟着我，而且这档股票不是花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的获利怎么会是一个月两个月？但是呢，行情走到这边，接下来关键的一个月，你想把握的，来，这档股票目前股价十几块，但是明年 EPS 大概4块钱，你看看它可以涨多少。这档呢已经突破下降轨道，在平台已经打双底，即将喷出。这两档股票在接下来关键的一个月，你想抢红包的，我带你重压，就做这两档。关键一个月红包一把抓，抓到红包之前一定要先掌握到标股，而且是要起标要喷出的，而且是可以涨一大段再一大段，红包才会越来越大。等到关键的时刻，关键掌握住进场，关键时刻我带你把红包抓住之后，带你获利放口袋。好，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郑美丽老师祝福你周末愉快，股市天天郑美丽。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头痛，请用五分钟。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五分钟，不好。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清新级三温暖的鬼步桑拿机诞生喽！温暖巧合桑拿机有工研院的引进，远红外线放射率高达93.4%，在桑拿屋内形成热循环效应，不断刺激双腿及脚底的经络穴道，加速血液的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所有桑拿环境未够卡位球位冰滴滴哦。电气石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渗透到身体深层部位，促进胃液循环或心灵代价顺顺顺，产生负离子。负离子又称为空气的维生素，具有调节人体离子平衡作用，能使身心放松，也具有除臭的功效。温内巧福桑拿机电气石巧贵细材料，是别人的四倍以上。等您使用巧福桑拿机以后，两点钟至三点钟会感受到微辛苦小呼呼的哦。外箱采用加拿大进口高级铁杉木制成，可以耐热胀冷缩，隔温保暖的功能最佳，还会释放出原木的自然芳香，足浴时让你如同享受森林浴。双足最温暖的按摩空间就在巧福桑拿机，现在同时推出豪华型及经济型，满足不同需求的您。多用几天为他开戏，大刚三十分钟，巧福远红外线七星级桑拿机，和大家鬼辛苦，暖乎乎啦！巧福桑拿机品质挂脖颈，拥有世界各国 CE、GS、CES、ISO 9001认证，通过引这波商品安全检验，工研院远红外线测试证明。你家导播5000万三片金影像，附送精美使用说明书及保证卡，豪华型还给一万3000倍，今麦得给9000万；经济型还给9000倍，今麦得给7000倍，请马上拿起电话订购。